你说啥？没说啥，我说看王木生来有点激动。是不是全山庄的员工看到王木生来都挺激动的？有激动的，我可没啥激动的。他是董事长儿子，又不是你儿子，我有啥激动的？我烦他还烦不过来呢，我烦他那种程度就跟你烦我似的。山庄要出事儿了。出事儿？出啥事儿？你能不能透露透露？我现在还不便跟你透露，但是我感觉山庄肯定是要出事儿。至于出什么事儿，我还真就说不清楚。刘总，无论山庄出什么事儿，你永远都是我姐夫。我还是曾经说过的那句话，我永远和你站在一起。你在哪儿曾经跟我说过这话呀？就头几段在办公室，豁牙子跟你表完态了。我说我表，你不让我表。后来你说你表吧，完我怕我说不好，我就拿出了一个小草稿，草稿上面写的。是那回事啊？嗯。老冯，你现在还是编外是吧？还是说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咋的了？眼睛有点湿润。还眼睛湿润？你说他眼泪不就完了吗？哭啥呀？姐夫，我等你这句话等得好苦。姐夫，无论将来我编不编那个无所谓，你能不能把我调回来？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，你放心，我全力以赴支持你。姐夫，我认为你现在是全世界最好的姐夫。我是你全世界最好的姐夫，可是在全世界就我这么一个姐夫。哎，老宋，你今天的状态跟前两天可不一样啊。看出来了？那可不，脚下生风啊。我开心，我快乐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开心，因为我快乐。我开心，我快乐，我快乐，我开心。病啊？说谁有病呢？刘总，没说你。怎么赶紧说我呢？我真没说你，我说宋晓峰呢，刚才从我这过，那神经兮兮的。他去哪儿了？往前面走了。我也看看去。你看啥呢？我看看他病成啥样了。这咋的？这是？这王木生一来，都有病啊。这世界很。